家好，我是米之森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打开的是这一盒。这一盒我刚收到的盒玩，要把它搭配到森林家族里面咯，请看。嘿嘿嘿，欢迎来到浣熊一家吃饭。桌上非常的丰盛哦，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料理呢。出现的是浣熊妈妈旁边有一个饭锅，饭锅里面的饭非常的细致，好香哦。接着是烧肉饭，烧肉饭还能配上一杯的抹茶。出现的是咖喱饭耶，咖喱饭附了还有一个完整的蛋哦。完整的咖喱饭吃完之后，还可以出现一只猫脸。喵！打开咖喱饭，好香哦，肚子都饿了。后面有茶壶、辣椒罐以及水瓶，杯子上还有只可爱的熊熊。今天的饲料理是不是非常好吃呢？吃饱饭后，我们可以接着有点心时间。浣熊妈妈准备了水煮蛋，地上非常多的广告单。水煮蛋的锅子上面有一只可爱的猫咪，水看起来超级逼真的。我们把另外一个餐盒打开，哇，好丰盛的料理哟！最后剩下一个甜点时间，桌上有一张漂亮的图，是画着甜点的设计图，还有和果子。铅笔盒上有一只可爱的猫咪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请你别忘了点我一个喜欢，那别忘了持续追踪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喽。